图。嘿，我是你的整副师 Morgan， 这频道是献给想远离医院的你。想获得这些资讯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Let's go！ 嗨，各位，我们今天来一个很厉害的人物。我们最辣的女友 Euro， 大家好，可以去她的 IG 和 Twitter 看火辣的 Euro， 这里，对，也许会放在这里，我放在这里。惯例，哪边不舒服？你哪边不舒服？我的话是在拍摄，我们常常会需要去哦。Euro 是 AV 女友，你好，就是你在自己消音哈，我就这讲我自己了。那 AV 女友的话，我们常常会做一些 arch， 所以我的脊椎有说是堆叠，然后跟翻转。哦，所以我变成我很常都会变成现在到习惯做这样的姿势，让它不要太严重。还有一个现在的状况是，我真的老了。还有一个状况是我的髋关节，我们常常会脚打开，然后就会这边有点松动，就是会在开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有点不舒服。大概多开？拿一下看嘛。大概就是这么开的啦。这部一定不能盈利。来找我拍 YouTube， 我刚来找我拍 YouTube， 然后觉得很勇敢。你们是 How dare you？ 你们怎么敢？根本就不可能盈利的东西，这也不用去要去挑战黄绿标，这就是黄标。在我身上，你给我绿标，这是个耻辱。好，那我们先直接开始，对，直接进入主题，好不好？进入主题。等一下，对啊，这个勾住了啊，这个主题勾住了。好，那我先延展一下你的胸椎，来，双手放脖子一下。啊，通常这个姿势就是会有绳子。来，放嘴巴张开。哦，好爽啊！然后又逼，他刚刚其实有偷偷进来一下。这就是黑灰白工都有，你可以纯整副，也可以让他帮你做点手工，然后也可以进入。硬要乱宣传。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这边是可以黑工、白工或灰工都可以。嘴巴张开哦。好，那我们先趴着，然后看一下你的，你想这个要吗？哎 ，OK， 好。怎么只喜欢那一点？我别的点你也可以摸摸看。这边差一点点，这里。嗯。哇，你的扩筋膜张肌也是很爽。原来是什么？哪里？你这样一动，我都会怕怕。然后那个女生还说：“哎，张嘉华其实看起来好像也蛮大的耶。”嗯，是因为没有看过我的。来，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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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不要起来，不要起来，直接被我只有一张嘴啦！啊！我知道，下次我们拍，我们下次找我来，不要找我拍 YouTube， 直接直播。衣服没有再穿回去的哦。我拿毛巾给你盖。哎，摩根，你是蒙眼也可以按吗？我可以试看看。那你可不可以开个蒙眼整副之类的？蒙眼整副其实是可以的，只要我对啊，因为你床是我知道关节在哪边，我就可以整，对吧？因为其实我刚才也是用摸的，哪边有一点歪斜也是用摸的，对。所以是可以蒙眼的，然后他如果在做那个帮我推肩膀之类的，让他在我头上，我就直接头都再抬起来，然后就扣他。我怎么会这样？没错，唯一敢露屌整副，太棒！人家都露脸整副而已，你是露屌整副，全世界第一个，厉害！太酷了。为什么要把脸蒙上呢？我颜值不行吗？颜值太优秀了，可是两个头只能选一个漂亮的头，让人家要付双倍的钱。原来是这样。对，想看大小头就要付双倍的钱。就是您的价值只能看一个头，救命啊！打摸这边都有点痛，对，因为你这边往这边歪过来，图 ，OK， 有感觉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都是一听到声音才知道，然后他医生插进来才不痛。摄影师代劳，摄影师。骨质疏松，骨头有洞，所以需要被插。
要填补些蛋白质。怎么下去？我摩根就是已经放松。音乐最期待的部分了，对，没有，我说精油推拿，太棒了，要放进去啦，太棒了，来放。但你真的有做精油哦？有啊，哦，果然有黑的嘛，我就知道，没，果然有嘛，没有，哦，油压真的好爽哦，我要开始叫喽。欸、这样按真的很爽哎、欸，这样真的超爽，它油量又拿捏得很好。因为有些太油就会很滑，就感觉它在偷懒。嗯，滑过去就没事。啊，这个真的是它拿捏一个不会溜腿，又真的就是有哦，腰真的是比较轻，用腰很多。真的，我用嘴蛮多的啦。那会不会我的那个？下巴有点需要整复，我等一下可以帮你放松。咀嚼肌，咀嚼肌。那个放松之后，是不是可以口更粗的？应该至少就可以容纳摩根老师的魔棒。错、欸。可是你要知道，其实我们拍摄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为了要给镜头有饭吃，那个体位不会是。绝对正的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所以会歪掉啊。就比如说，我现在示范一下，对，帮你好好放松一下。太棒了，真的让我放松的是高潮被中出之后那种放松。所以看来等一下，观众们一定也很期待吧，对吧？拍手，可以侧睡，可以侧睡，等等。靠过来一点，靠过来一点。再靠过来一点，再靠过来一点，人过来，对对对，好，好，谢谢你，来这样子，对，看到我的血才是血，好，来放松，哦，好来，我感觉我进入他的大腿里面了，终于可以进入别人了哈，对，比如说男友在干，我们一般干就是这样干嘛，嗯，可是镜头要看的话，我们就必须要变这样子。所以就会歪，哦、骨盆一定会歪，尤其是这样撞击的话，對對對對，就只撞击单边，这边没有。对啊，如果只撞单边，真的会歪。对, 對、啊，所以一定要撞正中间，好吗？对，要进对，不只是进对洞，你还要对动作正确的动作。没错。男友们，不要那么暴力。哦，不对，粗鲁一点，大力一点，用力我，弄坏我，因为摩根会救我。对，因为你平常工作完，你腰会很酸，嗯，对，所以我教你怎么伸展。没错，然后头往那边看，嗯。延展开的感觉。我很常在家里做的话，姿势是我会这样垮着，然后我会这样翻。嗯，脚抬那么高，这样拉，跟脚下来一点点，然后你用对下来一点点，然后身体往后。哦，拉到的长度不一样。没错，这样子你会延伸上来到后侧这边，腰部这边。但你这样子屁股抬起来，嗯、你会比较多是在臀肌这边。嗯。对，所以我刚刚姿势真的只拉到一节，我感觉要只拉到一小段、嗯。可是如果你用这个的话，我拉到整个长的都拉到。没错，这样整个那个筋膜线就会延展。所以如果我买个手链、脚链，就把自己这样靠这样睡，我早上起来就变健康了。好，我们影片到这边结束啦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记得去追踪以若的 IG， 还有 IG 在这里。哎、欸、然后还有 Twitter 在这里，Twitter 在那里，对。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